哇，今问你吼，真是吃到冻饭鱼哦，才听到乡亲朋友在分享，又是世界事情吼。其实平常时大家都提供哇，冲到会谈个哇，清楚啊，有冇哦？也还讲大山也去事情，个今问你做得到了解后声音哦，哎用来分享，还没吃到了系 A D 大家学习个一件事情，一只过程吼。我其实唔系按简单哦，我挨挨啲吼，因为木家参加按用个抢眼飞。我们说，法国山嘅时间长点，比如四年嘅时间，很长哎，青虫嘅时间哎，不会想现在还是想要继续在这里这样子继续下去，怎么？从，对你来说可以坚持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都一直提防，给你好多一道东西，这东西唔简单，去上课程听，嗯，你还有一些去当义工。从义工的地度，一种系安尼去服务别人，去天数其他人。不过其实都给高层地度安尼去好多青岛的介绍，就像有一摆哎去四川，就系四川大地震过后，安尼团体有都给片潘发通，加很有大家暑假会过去办营队，给片的高中生参加，在参加过程中就都在认识给片的好上哎，也认识到说其实安尼都退吧，系清幸福的一件事情，哎呀，因为佮到也竞争压力。动态，真紧动态。你吃到腿板给竞争压力，动态的。不过给片很尴尬，因为您可有一抖，比如说他们就是竞争非常的激烈，而且都是很个人主义。我们去办那种大地游戏，不用几条告张迪，给片全部没有按你全体发动的时间，大家个就是大家就是。一直在努力念书听，都没有像我们这种，可能大家有时候还是会跟他聊啊，跟他出去，跟他攀家法图、大追顾，一片懵嘞，跟他告牌啊，一起玩牌啊，有没有？柏林黑猫，冇共识，共识，所以你去到这片，这是你英雄倾城的事情。故说你同这片跟狗众生跟接触过后，你会知道他们真劲。你知道这个团体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哦，因为团体的概念还有分享，要相互的倾诉帮助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知道那种给予的感觉是不一样，因为团体的活动你还会学习给予这件事情，就是付出这件事情，还有协调跟可能有时候你要需要退让，在太极给他意见，我们可以用个时间，你就要如何去调整。所以到那边让你觉得很惊讶的事情就会隐秘。你吃都给片给个人给主义，对，都是以自己为主，因为而且他们都是一胎化嘛，就是全不卡一扎这一点听，故说就突然亲口，那你就可能就没办法，就是去体会人与人互动相处，有时候是需要有所调整跟退让的地方。那故说你吃都给片给时间，你按用给营队给发通高层下来，他给到你给。一斗你，我们去了办了两三梯的营队，一百差不多就三年。嗯，俺问你哦，你系你嘅江苏从嘛哈？俺问你，你吃到三年结束过后，你觉得几条嘅江苏系乜嘅？他们的感受其实也是觉得说啊，原来因为其实我们带去的就是心灵环保的教育课程，我们才发现说啊，原来除了就是在追逐我们一般说的可能钱，像大陆呀，每天就是我要存台钱，然后去都比较好的城市去找好的工作，他们才慢慢发现说，哎，原来除了金钱、权势，可能我们有其他可以让自己放松、心灵成长的地方。所以，故说你吃到亚黑吉的，不你给回馈给告诉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其实那种感受是，我相信你给告诉青苔，有没有？你可能有震撼的感觉。你讲爱吃到，按用给应对，伊都给片，对给条给养用黑，没懂胎，伊都会吃到很卡胎的，因为像安利都给片给升高三的。后生的来参加，我说一到年毕业都脱胎好的时间，还有正来天数当志愿者。正来你的意思是正来四川，你批判营队的时间，你就正来不用暑假嘛，就正来天数，你判发动。我说给他对你还亲音筒嘿，他们是有感觉的，因为他们可能就像你分享给几位知道，我都是一个一三年，我一个人做按钮的事情，我可能觉得我一个人要按钮按钮哎。我说你们来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说啊。还有团体生活啊，有个事情，也很喜欢都亚片生，大概是感觉，然后太极感互动的感觉，古时候就一朵啥会转嘞，向下来攀发通啊，太棒了，太赞了哦。不过就我跟阿柏林讲的，其实扮演下来，其实改变很嘛改，他妈妈都觉得，默默的哦，不错哦，
你讲像木家，你七年诶，你青苔可以够一边黑马街，你知道你对不对？四年诶，柏林半年停停，懂吗？我跟你四年诶。爱接触的演员，是因为爱爱读研究所时间压力动态，就是读书啊、写论文就觉得啊，压力动态唔低，爱念个啥？而且也是有点彷徨，因为爱读的咩黑家相关的研究所，咩唔低未来茫茫暗年，唔低会做乜个事情。鼓手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，其实也是不断的在让自己学习活在当下。就说啊，其实我们可以规划未来我的目标跟方向，可是也不用一直去担心那个事情，就做好当下就好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帮助我调适压力，还有因势起嘎，在这部分学到很多很多。不说你就是一个因缘际会，你就加入了按钮给一个会，然后你进去之后，因为你给龙子给阿比青苔，可是你感应按个 B 之后，你就知道光你对你这个整个压力的释放还挺有帮助的。而且还有一些一直以来的可能对于人生的方向的一些困惑，都找到一些答案或是一些可以去发展的地方，人生的价值观有一些不同的改变。真的哎，这听起来一样哈。你觉得你最大的这个价值观可以改变黑马改？如果比较具体化来跟观众朋友分享的话，你吃豆黑马改？就是其实很多以前我都是可能就觉得我们就只会为自己着想，就是我想要干嘛，我想要有好的生活，好的什么什么什么都是我以我为出发。可是去那边学习之后，我就发现其实有时候你只是在我的时候，你很限缩，很局限。有时候你去放宽心胸去为别人服务，反而你自己是收获最多的。就像我担任营队，有一次当队服给师姐，哎，以前很放不开啊，在公众场合就觉得太敢用哎，困难要打你，就懂介意配你用哎，困难，你很介意你在别人眼中的样子。对，按呢，鼓手那次的机会就是，我就当队服了嘛，我就豁出去。鼓手就是打开来了，鼓手你就吃到，其实那个瓶颈是自己给自家崩自家的，你是有机会去把它打开了。鼓手木家，其实你被吃到，你其实是一个还，因为你追求事情给时间，也许有可能给个性给管黑，这没有对或不对，因为每个人的个性跟心态某可以用的。你会不会觉得里面你很追求完美，就是你们该事情都觉得你要尽力一周都清后，或者说你会很介意别人黑尿一块你，因为有时候你在做很多事情，有时候会变得为别人而做，你也不一定配你别走，里面爱轻介意配你黑尿一块爱配你尿一块爱木家给表现表现黑尿哎，或者说我就。你知道那个时候会失去，会很，你知道有时候那种压力轻胎的事情，你会失去目标的。对，你会觉得你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庸庸碌碌的按钮按摩，是为了谁？而且情绪就没有办法抒发出来，就觉得一直闷在那边的感觉。就是说按钮按抖眼哈，按抖眼，你再过一遍就会讲，其实压他做轻抖的事情，还不应该去干。哦，你那个没关系，这不一抖。啊，就哎，不用太介意配你很用的困难，就尽力去做。我尽力就做得嘞，我尽力就做得嘞。清楚的事情，嘿，唔单只系不应该去讲，其实我还做得啊，不慕清道嘅目标嘅人，这个就是最大啦。因为像柏林来说的话，其实柏林就会吃豆工哦。我以前会觉得我目标在那里，我要这样，然后用按钮。不过压下几杯吃豆工，我给目标喊黑底给片。不过我压下吃豆，我的生活很踏实，而且我买吃豆，我给目标还是反而更近了。我觉得跟木家分享起来，其实是我觉得还是很接近的，就是你比较明确了你神八给嘎车黑马改，你神给嘎车核心黑马改东西，你就反而更了解了，对未来有没有个期许吗？还是会有啦。你要他有没有马改未来的这个你最大的这个未来期许黑马改东西，还是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的青年朋友抢一个后朋友分享的？如果要说的话，就是会希望把这份安定带给全世界啦，这是对。好宏大的目标哦。那木家呢？其实我觉得在这段学习的过程，就是学习放松跟专注，真的是帮助自己很多。那也希望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。真的哈，还有其实哈，像我们大家讲的哦，其实按钮给按钮给抢眼飞低度哈，唔系只有新潮鼓手按钮给。活动哦，你们把胸口那还有青豆，我可以给沙团很多不一样的社团，对，比如说新潮鼓手可以其中一个社团，对不对？莫嘎盖还有够嘛，还有茶禅团队哦，茶禅团队，这也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团队，还有一个新潮贩卖班，透过唱诵
来学习。冲狗哎，唱比较算是我们的一些吟唱，对，可以这么说。都得按供，哎，也有这样的一个社团，也有一个叫做山水禅，带大家去那个大自然，亲近大自然。这个听起来还蛮好的，对啊，唐远清哦，去走路，去亲近大自然，还有绿芽团队，就是去跟植物在一起。如何 去观察一个植物，就是很多种不同的特色跟活动哦。就现在看到的这一张，亚总胸片就会山水禅。嗯，哦，我说安永清后啊，做这一行行聊聊啊。其实你不要整天第一步滑大天通，还滑手机，还看电视，听，你都no boy 行行聊聊，你讲出台词耶。嗯，哦，你在那个学过程当中，你用呼吸一下哈，某天给空气，某天给空气。其实这就是，所以其实这青年会是陆陆续续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活动，对，然后有时候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也可能会特别举办一些特别的活动，像我们寒暑假都会有营队，有给大学生的，现在也有给高中生参加的营队哦。对，那甚至像平常日我们在西门町有一个德贵学院，也有一些活动，像瑜伽课程啊什么的也有，还有写书法。哎，写书吧，下台时写书，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，也是活动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都可以让我们如何是沉淀下来，让自己安定。所以高中生可以参加啊，太后长呀，昨天长嘎。那如果年纪很大可以吗？我们主要是16到35岁，全部都懂文分养，亲分养，亲分养的参加。啊，姑说黑公草哥35岁给朋友，可能就没有办法参加，对不对？不过讲的是强眼皮，大家不要误会哈，是给强眼皮哈，因为俺讲给青岛给熊前朋友讲哈，跟俺34岁就做唔得参加，哎，排戏吼，唔知有咩意思啊？吼，因为吼就会有冇吼抢眼逼，哇吼！今天吼真银堂太感恩嘅朋友，真银请干不下，谢谢玻璃，谢谢，那谢谢木家吼，真银吼呀，继续加油吼，继续加油吼，好。哇，聊下咧，唐太安永嘅分享，听到有咧做嘛嘅咧，大家到底安永写短片哈？点解写短片咯？大家都讲嘛嘅咧，系讲伊部下嘅嗨，润同嗨啊，嘛嘅嗨系讲澳洲咧，安永嘅写咧，看短片是第二，佢教英语，因为千里安永嘅嗨。